好，因为我看了，因为我们的评判团啊，又看了前面八位的这个参赛者走来走去啊，这个真的是很亮丽的眼花，我看我们眼睛也有点辛苦了，所以让你们慢慢回想一下刚才那些八位啊，他们的表现如何？那么现在呢，就让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我们的表演节目，好不好？现在是什么舞蹈？是印度舞蹈吗？Johnny，请大家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的印度舞蹈表演。